男子圈阿密斯。
们现在恭喜优胜队男子七阿米斯，恭喜阿米斯。阿米斯呢是由我们阿米斯的朋友组团参加的，那他们特别呢将这个原住民舞蹈还有台客舞来做融合，来带来今天的表演呢，那可以说是非常的特别，而且他们也都非常的热情哦，请大家再次用掌声来恭喜他们，恭喜男子军的阿米斯。他们上台的方式也很特别，有没有？大家可以看一下，这是我们原住民的热情，有没有？